想要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要用线性代数的坐标定位把你的星座和我的星座同框在一张照片里送给你。在这片纯粹的星空下，我想了很多，或许这是我唯一能帮你做的事情，但也是最后一件了。你对我来说就像这片美丽的星空，近在眼前却永远无法触及。谢谢你给我这个美梦，祝你新年快乐。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为我做最后一件事情？你凭什么爱来就来，说走就走，都没有问过我一声，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上次送我花是什么意思？我要你立刻回来跟我解释清楚。淮南，你们怎么在一起啊？展言，你们去哪儿？再见。淮南，要喝就得喝这个，这才够烈。你这算什么？还喝烈，有嘴硬。你敢不敢吧？奉陪到底。快到了。我们来这儿干嘛呀？你不是想看管风琴吗？可是这个点儿都已经关门了。谁说关门就看不了了？那你疯了？要是被保安看见抓起来怎么办？你是不是怕了？你喜欢管风琴的音色吗？喜欢。每次听到的时候，就想起《名侦探柯南》里杀人的桥段。水晶，我终于得到了我一直以来最想要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是他为我爬上雪山拍的，只专属于我的那片星空。可是同时我也失去他了，我刚刚看到盛淮南牵着洛枳的手，我真的气疯了，我要嫉妒死了。为什么洛枳能得到幸福，而我却要失去他？
对了，我问你啊，听说高中的时候你们老师逼你背新概念的课文，结果你不到一个星期就把第四册倒背如流，是吗？你听谁说的？这也太扯了吧，我根本就没背过什么新概念，我对他的印象就停留在什么那个第一课谁的手提包，别的我都不记得了。我为了追上你，我背了一整本书。那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其实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你。问吧。你高中篮球比赛赢球以后被他们抛了上去，结果没有人接你，所以我想问你摔下来的时候到底疼不疼。哦，你说那次，那次我疼得都想打人了，但是因为面子，所以我没。那起床的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在想用什么理由去找你。喜欢穿什么款式的衣服？和你一样的情侣服。干嘛什么事情都扯上我？那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第一次哭，不是。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为了什么而哭？也和我有关吗？这题我跳过，这题太难了，而且关于男人的尊严。等你变成我老婆了，我再告诉你。最后一个问题。嗯。你身上为什么总有洗衣粉的味道？太好闻了。我不知道，可能就是洗衣粉放太多了，然后没漂干净吧。我洗衣服都不分开洗，然后洗衣粉加的比较多。只是这样。啊。所以，这些回答你满意吗？符合你的预期吗？其实我挺怕我跟你听说的不一样。我既然会问，就代表我不想再听说了。我只想听你自己说。就算你是为了我好说了假话，我也可以从里面分辨出到底有没有你的真心。好，那我带你去看一下我的真心。爱的真言，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下来的，所以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两位请慢用，谢谢。来，干一个。怎么样，好喝吗？嗯，甜甜的。这个酒啊，是用立交酒做的基酒，所以有时候会用可可或者咖啡做调味，所以呢，喝起来呢比较甜，但是回味比较苦，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很像谈恋爱，看上去很美很甜，但是稍不注意啊，容易醉。谢谢。干杯。
你还记得我们在梦幻王国的时候，你突然把你的矿泉水给我，说要是不介意就喝你的吧。我当时生怕被你看出我的心事，所以就鼓起勇气直接对着瓶口喝了，还好你没有继续喝，要不然就像现在这样间接性接吻了吧。你是不是第一次在咖啡厅跟我见面的时候就知道我对你有意思啊？我又不是戈壁，没那么自作多情。不过确实以前我对女孩子的表白都避之不及的，只有你那次表白让我消除了对感情的洁癖。陈淮南，我喜欢你，这就是我唯一的真心。那天我看你哭，我心里很舍不得，我这里很痛，我真的，无论你对我有多少不谅解，或者说你觉得我没把话说清楚，但是我真的真的真的舍不得你。说好还逞强说要喝到天亮，一杯就倒的沈淮南，不过还蛮可爱的。我也是，就算之前的暗恋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的。没刷牙。
为什么我的感情总是这样呢？难道我就得不到真正的爱吗？先生，接下来咱们去哪儿？那你就随便转转吧。你猜我在干嘛？把你自己埋起来。对啊，我帮你把你男朋友给埋起来，这样第二年秋天，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男朋友。多很多？是多少？你真的想要？不过，我有个礼物要送给我女朋友。礼物？你就算准了，我们今天会交了。反正我每天都背在身上，因为我知道，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反正你总要跟我在一起的。那上次背了书，这次背了什么？把眼睛闭起来，不准睁，闭起来，不许偷看啊！嗯。哎哎哎哎哎！应该是这样。我猜你送我的应该是发夹。再过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我来说。五、四、三、二、一点五、一点四、一点三、一点二、一点一。零，可以蒸了吗？可以蒸了呀。你偷拍我，给我看。不行，我回去就把照片发给你，你就知道长什么样了。这么神秘啊？对啊，而且我保证，你看完之后呢，会更加的爱我。臭美，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原来振华的学霸这么会撩妹啊！既然你本人都认证了，那我是不是得加加油了？公众场合搂搂抱抱不是我的风格。那放开你也不是我的风格呀，除非你亲我一下。嗯。你还想跑出我的手掌心？别跑！还跑，看谁跑得快。还跑，追不上我。马上就追上你了。我们从来没有这样靠近过，也不曾这样远过，仿佛全世界的热闹和喧嚣都抵不过那个人转身离去后的寂寞。暗恋是关于年少时爱上一个人的所有心情，我们在不断的试探，拉锯着谁爱谁比较多，傲娇的坚持，苦行僧般的等待。但是无论是靠近还是远离，最后我们都得认识最诚实的自己。
你就是我的南十字星，有你在，我的人生就不会迷路。洛洛，要不要帮你买过年回去的车票？听说今年春运的情况比往年紧张，我可以请同事帮忙代订。哥，不用麻烦了，我自己去碰运气。百丽，啊，你大冷天的用手洗衣服干嘛呀？洗衣机不好好在这儿吗？哦，反正我闲着也没事儿，我就多动动手呗。我多动动手，就不用动脑子想那些七七八八的事儿了。嘿，我们家洛枝，这是彻夜未归呀！你该不会是一个人在练个房唱到天亮吧？这不合理吧？发生了什么？从实招来。我昨天晚上和淮南在一起。淮南，那你们俩干嘛了？有没有什么新进展？就是交往了。终于圆满了。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你怎么不开心啊？没有啊，我很开心啊，我很替你开心啊。眼睛肿肿的，你哭了？哎，没有，可能是吃太多水肿了。别骗我。那你告诉我，昨天晚上后来你跟顾总去干嘛了？后来顾总带我去酒吧喝酒了。我不是想着回来太晚会被你骂吗？所以我就提前回来了。哎，你洗夏天的衣服干什么？现在又穿不着。再说了，你明早不是要搭早班车回去吗？来得及干吗？对啊，恭喜你呀，我们的洛枝终于跟心上人盛淮南开花结果。盛淮南吧，等会儿你想去哪里，想吃什么，我先来查。喂，随你。明明是有个人约我喝咖啡，男朋友发信息来以后，我就变成空气了呢。其实我倒觉得挺不真实的。嗯，暗恋了太久，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做男女朋友。这个姐姐我有经验啊，身为女友的特权就是让男友帮你拎包、点菜、问你、走路牵手、下雨打伞、生病照顾。我可不知道这些该选哪个。而且这些听起来好像都是你会做的事情，是江百丽的男友特权。说的倒也是哦。我渴望的恋爱里面被宠爱的样子，竟然一件都没有享受过。我只会拼命忍耐，
拼命讨好，拼命配合对方。哼，那不是以前吗？现在你是戈壁跟顾总一起宠在心头上的人，而且还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对不对？哎，那也只是表象了。我已经决定了，过年的时候我要把这件事情想清楚，你就放心吧。你对我说加油就行。加油。哼。真的，他还给我写情书呢呀。啊，我都拒绝他了。真是。喂，妈。淮南，早点回家。你外公最近身体状况不太好，可能过年都要在医院过了。妈，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哦，对了，回家以后呀，别乱说话，尤其不要提洛枝和当年的事情。最近啊，公司一堆破事儿，你怕都给烦得焦头烂额了。你就别再添乱了。嗯。老四，嗯，肉松礼盒寄了吗？寄了。寸枣、春糖、炸扣寄了吗？寄了。那年糕、红龟果还有发糕呢 ？OK， 都寄了。哦。对了，那个大嫂说每样糕类都要三份，要分给亲戚朋友。哎，这些要都买了，简直要破产。你还好意思说？你可把我害惨了。这小三可说了，大嫂要什么他全要一份，这根本就要埋死我呀。哎，早知道就不买什么游戏宝物了。早知道我们就应该学学明锐去打打工，现在钱包里的钱根本就不够买这些东西。对呀，怎么办啊？拿着。老盛，拿你钱不合适吧？对，这真的不合适。老盛，没事儿，有钱了再还我就行。不过我倒是好奇，你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嘛？是要带女朋友见家长？都还没见，就是小三嘴馋想吃了。但如果不买，这个年估计都见不到了。你这算好解决，我是双方父母都见了，但是对方父母提出我在厦门得有车又有房才跟我结婚，你说？我得熬到什么时候才能领证啊？老师，你可好了，单身，没有这样的烦恼吧？对啊，多好！我脱单了，跟洛枝在一起了。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们，我想带他见家长，怎么开口比较好？天啊天啊天啊！老师，你这么快，你不会毕业结巴完了吧？对啊，你太有速度了，我真是赶不上你。恭喜你啊！你一定要对洛枝很好啊，她也算是我妹妹了，所以以后你可以叫我大舅哥。你们要愿意的话也可以啊，如果想的话，辈分在这个地方摆着，对吧？大舅哥，大什么？大舅哥，大舅哥，大舅，大舅哥，有没有点辈分？能不能尊重一下长辈？能不能尊重一下长辈？我晚一点跟你碰面吧，我现在要去火车站买票，网上的票全部都订光了。订不到票你应该告诉我呀。我有个亲戚呢，每年都会帮我留火车票，我们可以一起坐火车回哈尔滨。而且我是你男朋友，你应该告诉我的。可是这种小事儿，我习惯自己一个人解决，能麻烦男朋友？当然可以了，要不然拿男朋友来干嘛呢？我又没有谈过恋爱，我怎么知道谈恋爱该是什么样子？没谈过恋爱没关系啊，我谈过，我教你啊。谈过恋爱了不起啊？了不起，了不起。我记得小时候，同学就经常把我比作糖葫芦上的糖浆。
藤香，为什么呀？因为我看起来很随和嘛，就跟这个唐江一样是老少咸宜的，但其实我会给自己定下很多规矩，就跟这个熬糖浆一样，如果你火大了呢，它就会碳化，如果是火小了呢，又会粘牙，口感不好。那说好听一点就是原则性很强，说白了就是难相处。你的山楂糖葫芦？对啊，我这人很难相处的，而且呢，我吃糖葫芦呢，只吃这个山楂味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正宗，其他水果呢，都是商家哗众取宠的噱头吧。那我只喜欢吃草莓口味的，所以你觉得我是一个肤浅、容易被骗的人吗？来，你的草莓糖葫芦。错了，因为你是那个能让我打破原则、破坏规矩的人，你就像这个草莓一样，裹上我这个糖浆，这样才是完美的糖葫芦。嘴巴那么甜干嘛？糖葫芦都比不了。哎，老板，那个钱。嗯，白丽还吃了鸭脖，我们去给他买一点吧。哎，等一下。你干嘛？你自己吃的满脸都是，还说我？买鸭脖。哎，二位，欢迎。看看喜欢什么？是你自己想吃吧。来一斤鸭脖。哎，好。这些年货呢，都带回去让你妈尝尝，都是厦门特产。嗯。这次回哈尔滨，跟我回家吧。太突然了吧？我们才刚交往多久就要见父母？没事儿，这就是个形式。再说你早晚都得去我家。我就想让你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也是。别带了。啊，这可是我双十一的时候好不容易才抢回来的，对吧？这是什么？你的幸运物啊？你还走这个路线啊？这个是隔壁之前送给我的，每天睡觉都要抱着的。我怕你说我，所以一直没有拿出来给你介绍。来，介绍一下，初次见面，我是小哥。这位美女，你叫什么呀？别肉麻了。哎呀，我的妈呀！香百丽，你到底是买了多少东西啊？没办法，这都要用啊。算了，我帮你请了。
哎呀，你坐上去。好，我把这边拉上。别养了！哎呀，哦，这个，哇，这个太重了！哎呦，嗯，哦，可能司机到了。你好，隔壁。哎，你行李收拾好了，我帮你拎。不不，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走啊？你不是发朋友圈上了吗？所以我才过来了。啊？你看我朋友圈了？嗯。我跟百丽自己会想办法的，不用你帮忙。哦，对，我已经找人送我去车站了，不用麻烦你了。什么人啊？难道是顾总？方便吗？顾总。哎，哥哥你也在？哎，不好意思啊，来晚了。都准备好了？哎，对了，哥哥你怎么会在这儿？不会是想吃回头草，抛弃现任女友？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啊！我说有人，那个是司机啊，出租车呀、啊，我真的没有叫他们两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儿。大家都是同学一场，我只是过来帮个忙。顾总，您也是日理万机啊，怎么有空过来？难道是最近事务所的生意太清淡了吗？我先拿下去了啊！我也开车来的，还是我来吧。没关系，让我来吧。哎，让我来吧，这种错误还让我来吧？我们这样抢来抢去不好看吗？没关系，还是我来吧。让我来，让我来吧。哎呀，你俩松手，还是我来吧。哎哎、啊！百丽，没事吧？百丽。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这被一个男人宠爱是福，多了就是毒。你知道有毒就好，算你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跟你说，我过年的时候我肯定得去庙里走走，我得烧香拜佛求转运。再这样下去我都要人格分裂了都。你就别唉声叹气的了，过年得精气点。行，那我回头再跟你说。好的，你们俩甜甜蜜蜜的哟，拜拜。挂了。打完了。嗯。一会儿我们家车过来接我们。那我自己坐车回去吧。没事儿，不会见到我爸妈的。就算是这样还是不太好，你放心，我可以自己打车回去的。那行，等我回去了再约你出来。我快喘不过气儿了。啊，那我先走了。淮南，我们的过去或许比你想象的还要更加盘根错节，但是无论以后发生什么，都请你千万记得，我是真心喜欢你，不求未来，只求现世安稳，有你便好。